Ciao, bonne journée.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，受洪帝的子耶稣，伊已经上到上帝面前，咱就坚守所宣言的信仰，所以咱就好当受分上帝恩典的福德，通领受伊的怜悯、教导，做咱及时的帮助。这是咱要来纪念许多圣经。 来个别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使命，男主，一位神奇宝贝，一位在基督里亚苏西，一位丢掉的灵来受苦，变形的死亡从我里路，被杀的被杀的我，主你。 愿神的慈悲上帝，阮是你卑微的敬拜神，只是愿意谦卑虔诚的心来到你的恩典宝座前，感谢你施予各项恩赐甲疼，予阮来承接上帝旨意，奉过你的中国和所坦讲的信息，显明上帝的国度甲真理，予阮对神来发出基督的盼望来，愿意用恶乐罪责来归因光伫你的圣名。 世间徛起的正百姓，拢是也是智慧。伫主听内面有真侪百姓，因伫遐丧乡、流传遮个病症、夭折、战乱不等等的不安，愿恳求上帝疼惜的人民所有困苦的，互疼会当叮当送爱心到伫平凡的这乌干达。伫这中间所进行的。 愿保守的主，予一切顺利完成上帝事工。以主来听的真实，感谢的心来付出所有的行动。恳求上帝继续带领万有福教会，让你姊妹头前路站，一旦甲主同行。无欠过人来得帮助，这是上帝对阮所有的祝福甲应允。伫即摆的中秋节，有头一摆的风台。 伫大南部外口有真侪所在遭受着真大的损害甲创伤，恳求上帝的鼓励扶持，坚固所有受灾的弟兄姊妹，互因早日重建好势。也伫伫屏东基督教病院的一贯损害严重，毋茫伫困苦中间，咱爱互相出力帮助，就是伫行动中来付出关心甲大度。 恳求上帝怜悯、眷顾伫所有受困苦的兄弟，无论因的身心灵辛苦会当抗疼，伊就拄着各种的艰苦的事，恳求上帝甲伊同在，看顾保守因的身心灵，早日恢复健康，互因过着真心生活上会当恢复健康的生活。感谢上帝的怜悯来听从阮所为求着的。
我哋这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伊既然无惜家己囝，非为咱正人牺牲。谁人会当奉告上帝选民？哪里谁人会当甲因定罪？伊一定是，搁上帝无伊对死人中搁活。谁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行？是迫害，是妖魔，照圣经所记载，我予人看作特别大的羊，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。是现今还是将来的？是明年还是明年？是明年还是明年？这些拢无人知道。这些事，我们为了祖宗，打造好未来。现在来用，用来听上帝话。记载新的圣经《路加福音》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一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一节，法利赛人问上帝国第时会临到，耶稣因讲上帝国临到，不是显灵。也未讲定，伫遮也是伫遐，因为上帝国是伫恁内中，因为上帝国是伫恁内中。阮上帝一听，伫咱日常生活中显明出来，来归荣光伊的圣名。即条咱要来啊，这条经句，咱的经句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。咱同齐来念，叫做“我若不受你的喜欢，就受你恶意的恼意”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来听圣话对。